也很快就过了耶。不管在哪里都要去拍照，就这样。对，那蛮好吃的，可是不能加酱油，酱油好咸。嗯，我觉得葱抓饼最好吃。我留味要吃烧饼哦，终于感觉要前进中继烧饼了，好感动哦。上次旅行没有成型，现在我脸上打牙啊，吃点，够，直接够。因为我们来不及去吃烧饼，所以决定直接出发。就这个人穿着短袖短裤呢，19度。你看前面的两个人完全没有要让你上去换任何衣服的意思表态。真的，出门的时候慎选旅伴哎。男人好可怜哦，好多人哦。可是他们不是10点就打烊了吗？我们到了那个中继烧饼，然后没有一个人有带钱，人情价没差估价多的。他的那个感觉很厉害，里面是烧饼蛋，还有干贝。嗯，饼干的早餐好吃，很嫩，它是蓬蓬的那种。那烧饼是通常都是很多层，然后像千层一样，然后干杯酱就香香的。那一大早在打牌的人类们笑的，这个是东南西北。哎呦，好像有那个那一回事儿哦，亮亮的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今天搭到船了。应该吧，应该吧，哎，还没上去不算，不要讲太早。拜托，我厉害到我们昨天搭飞机都可以换一班飞机。再有的话就是你的事了。我先不要上船好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为了大家澎湖的那个行程顺畅。等一下，要坐2楼。但听说这个管很难掉，我们要准备出海了。来。跟他们一起来到那个船上，要把全世界都穿好，因为要开始飞了。来的，他说没有办法吃到饱，但一定吃得够，我觉得很够。先借我一下。好。来，教你们怎么开，我靠，徒手开鹅啊。好。这个没有开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鹅啊，这个是我凸起来一个点。嗯。好，手动用力按下去，有没有看到鹅开了？有。这块没有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出来是不是一个点？对不对？我再用力按下去。喷出来。OK 吗？然后不要喝，哎，汤汁酱不要喝，瓦萨比就好，不用酱油。嗯，我觉得什么都不要。不好咸，喝很大，真的什么都不用加，很甜。在这里。鸭汤来咯，我以为是什么红色的。
啊，这好好喝哦，怎么说好喝？嗯，好嫩哦，它的那个牛肚好嫩。不会了，跟你讲，每个人都只会这句的。现在有完成吗？漂亮挡住，为什么那么亮？是漂亮。亮遮过去，你应该坐过来一点吧，你要靠窗。他说。摸乳像哦。对呀。摸奶。在哪里？摸奶像，摸乳像，这个。是吗？这里啊。哦，摸错乳了。摸乳像，贴着这样走过去的时候，顺便偷摸对方的内内。我们今天不是早上先去吃那个什么烧饼吗？买完烧饼之后，就又去买了一家仙草，然后那家仙草叫做紫玉。叮叮。对，没错，就是紫玉，我终于记得了。然后我们前几天吃的叫妈妈，苏妈妈，蓝妈妈，蓝鸟鸟，苏鸟鸟，对，反正就是三个字。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没有那么甜的，然后这两家都比较没有那么甜，然后料又超级颗粒多，所以我最喜欢就是这两家。我好像在一开始也没有跟大家交代，就是为什么会来澎湖。其实我们会来澎湖，应该是我本人会来澎湖呢，是因为一些意外。本来是，算了，就不要说那个意外到底怎么发生的。总而言之呢，我就是来帮忙处理这个意外的。但是其实蛮开心的啊，因为就是跟朋友们啊，然后大家一起出来什么的，觉得还蛮爽的。其实这样也很快就过了耶，不管在哪里都要去泡澡哦。就这样结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熙。他上去搭那个捷运，你看旁边那个阿伯要用安全帽盖住自己的下巴。